聊得起来吧。有点像。哇哦，他是这样。像不像？肥胖版火圈。今天跟火烈鸟互动，然后他们就回我了，是吗？他回我，我在上面打。哇！因为那个有一天小唐的那边说那个火烈鸟都叫不醒，然后我就他一直趴在那边，真的一动不动。我才过去，我说怎么了？他说叫不醒他们，我就嘎嘎嘎嘎嘎，然后下面就回我。最喜欢的是我，没有啊，丽莎老师最喜欢的是我吧？你的肩膀了，因为我是闪耀老师，他喜欢的是他的业务能力，但丽莎喜欢的是我本人，他喜欢我的性格，我的一颦一笑。怎么真有点被你刚刚在寒冬降霜的时候，然后我也坐，他就对着我笑了。你看寒冬就问他问题，他为什么看着我呢？因为你笑得太奇怪了，你哪样了？不对，他尊重我，不。